贴心，多么都能让你开心，而在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还有那个空气有点神秘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投入让人着迷的吸引力，我已经不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？我多问一句，你就回避。我说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出去，没关系，堕落没关系，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。没关系，真醉没关系，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。没关系，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刺激，我多问一句，你就回避。我说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出去，没关系，堕落没关系，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。没关系，沉醉没关系，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。没关系，怎样都没关系。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出去，没关系，堕落没关系，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。没关系，沉醉没关系，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。没关系，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掌声鼓励马健翔。哎呦，马健翔，小马有在放电哦。好，我们听老师讲评，麻烦志平老师。我觉得郑翔今天从头到尾呢，就是两个字，稳跟老。我觉得就他就是少了魅力，他所有的唱歌跟他的跳舞，我觉得就是不会让我们会惊艳，就不会觉得哇，他今天的表演跟他的唱歌很特别。电力要再足一点。没有。是，但是呢，就是稳定，他就是这样， okay, 很稳。龙琴老师，是不是珊妮老师说你就很随便唱歌表达？所以你今天变得好不随便哦，就整个都非常的谨慎，我觉得变得非常的震惊。那这首歌叫《没关系》啊，我觉得你看起来很有关系，这样就觉得好像很有关系的唱《没关系》。对对对对，好在乎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要去拿捏。就珊妮老师上礼拜讲的非常好，那真的是你的问题，可是也不用突然间一下就变另外一个人。好，但其实整体来说，我觉得你声音是有你的条件，你的型，你的声音都可以很不错的。那你心态要稍微调整一下就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加油，这样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每一个参赛者都好好想想看哦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要看马健翔的分数，过关分数依然是41.6以上，直接过关，请下分数。41.8，我连续出现好多41.8，恭喜过关，恭喜。李小鱼。